好啦，呢部挑戰最快啦，中間位置紅色冇嗰筆櫻花路啦，開邊見到咧亦都叫黑色冇嗰筆黃之星都快噶。第三位粉藍帽咧冚上嚟，見到係放頭位置，見到方圓萬里咧，裏邊落到第四位，見到海洋之星嚟嘅，上翻嚟少少咧，亦都見到第五六位嗰啲馬咧就係嗰只心中意啦。最後一輪啦，唔同道尾三位置金永勝包尾嗰只馬咧就係金寶馬都落下噶，裏邊落欄位置嚟嘅。好啦，轉緊呢個五百米彎嘅時候啊。放出頭方圓萬里帶嚟放令咧，見四五個馬位啊！首住裏邊落檔第二位見到海洋之星咧，中間心中意咁開邊落檔亦都上翻少少咧，嗰只馬就係櫻花路嚟噶。跟住喺尾五四位置啊，金寶馬咧包曬尾嘅馬啦。咁咧就啲金永勝啊包曬尾，唔同道都冇得走勢噶。兜到嚟最後二百米路程啦，仲係佔先方圓萬里好反應啊！飄嚟三四個馬位嘅。開邊我當上翻啲，見到咧就係咁啊，櫻花路嚟嘅過終點啦。贏第二組次踏入方圓萬里，跑第二名櫻花路，第三名心中意金寶馬後上跑第四嘅。